为什么中南海政变、李克强取代习近平的传闻会越传越深、越传越真？实。评人士邓玉文在他刚刚发表的文章《中国民心激变，习能掌控大局》中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啊，中共是一个革命党出身的执政党，至今仍然摆不脱革命党的本色，习又强化了这一特色。 革命党的一个特点就是将政治密谋与密史、公共政策成为制定政策者的专利，在他出台前，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因此，政治和政策制定成为了一件神秘的事，就连领导人的个人关系都蒙上了一层面纱，外界只能从蛛丝马迹中猜想。但这也培养了。 人们的好奇心每到一个特定的时段，免不了都有各种小道消息流出，其中多半是与领导人有关的宫廷秘闻，因为民众对这类消息很感兴趣。李克强名义上是中共的老二，可在习近平的强人政治下，这个老二啊，又有多少含金量呢？ 全国人民都看得出来，李克强领导的内阁也是中共改革以来历届内阁中最弱势的。经济决策大权被席夺走，你和他的国务院成了一个执行部门。但近期你在官媒的曝光率突然大增，而席却有些隐身，连《华尔街日报》都嗅到了其中不同寻常的味道。 说你啊，拨开了习的阴影，推动经济的发展，并且物色自己的接班人以制衡习。似乎你在他总理任期的最后几个月要硬气一把，对习说不。考虑习也担忧抗议风控太严。 导致经济突然休克，影响二十大，从而很可能向旧经济派妥协，这才有政治局会议对稳定经济的高度重视，并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那么，这就给一些不满习的人一线机会。在这些人看来，这是习里的。 以及他们各自代表的路线，似乎以习近平的失势和李克强的胜利暂告结束。邓宇文指出，不过现实很可能不是人们期待的这样。习的政治权威固然因疫情、经济孤立的国际处境而受到冲击，党心民心相当一部分正离他而去。然而， 现有冲击的力度远不能动摇他的地位，其仍然掌控大局。第一，从现实看，习下礼上是出于人们的主观愿望。有媒体报道，中国的地方政府和部门集中学习李克强在农业部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或者转载李克强主持召开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以此证明李克强的势头在上升，如此解读更牵强。因为地方政府和部门学习某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者转载他们主持的会议和署名文章，这都是在中国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没有任何特定的含义。如果要从这类事情中去找根据， 除席之外的六个常委，在地方政府的社交媒体上都能发现一大把。至于《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提到，中国政府最近放松了对民营科技公司的监管整顿，放宽了对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的贷款限制，以及采取行动帮助一些制造企业复产。 复工，把他们说成在李克强的影响下才这样做，这很可能是真的，但最多只能说李克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被习近平采纳，而非你强行要习接受，或者充其量显示他们之间存在政策上的分歧，但这种分歧远未到路线斗争的程度。 因为路线斗争代表的是对国家发展方向的不同看法，或者对某个有关国家和党前途的重大问题和事件有根本的分歧。李克强即使在这两点上有他个人的看法，他也不会公开的表达出来，和习形成冲突。第二，李克强无法挑战习近平。 假定李克强在关键的时刻敢决断和冒险，他大概也挑战不了习，因为他缺乏有效的工具和尽可能多的资源。习上台九年多，已在党政军和意识形态各层面建立起全方位的维护他一人统治的独裁体制和局面，尤其军队、警察。 等强力部门以及官方宣传机器掌握在习的手上，至今并没有见什么松动。再加上官员的反腐和政治清洗，以及对党内特别是高官的严密监控，用党的政治纪律惩戒不听话的官员，早已让大小官员对其俯首帖耳，有反抗之志而无反抗。 之胆，其凌驾于党之上，将党变成了他的个人工具，以党的名义指使官员反抗他，就是反抗党。这也束缚了很多官员的手脚，因为他们怕承担分裂党的罪名。当年赵紫阳在那种状况下，也不承认他在分裂党。也许李克强有心和习近平叫板，但一想到这样做， 可能被外界，尤其是海内外的反共势力造势做文章，造成中共的分裂，或者被打成分裂党的分子，他就会退避三舍。因此，李克强不可能做赵子阳。第二，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不能不提：现在中共的官员基本上沦为犬儒主义和利己主义，要他们为理想。 舍弃荣华富贵非常难，毕竟在这个体制下享受太多的好处，而挑战习现有的一切都有可能失去。第三，没有明星的习还能撑多久？因此，尽管人们包括相当多的党内干部。 对习有种种的不满，也强烈希望改变现状，甚至不排除党内有人暗中布局，比如利用网络媒体向外放话，散布对习不利的消息。但在民间有组织的反抗起来之前，要他们公开反习是不可能的，故而要撼动习的位置也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角度说，习无法在二十大连任，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除非未来的几个月中国出现大的动荡，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逻辑和概率上不能排除。但不管怎样，二十大前，习啊不会一帆风顺，会有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好比上海，谁也没有想到。 他的抗议会一团糟，因为作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城市，它的管理水平和市民的素质在全国差不多是最好的。而中国的清零政策按、啊、目前的形势走下去，如果未来几个月再出现疫情失控，这呀、啊、一点都不奇怪。习最担心的是疫情影响二十大。 对他来说，一切的一切是确保二十大如期顺利召开，所以他务必会在二十大前防范各种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尤其防范他们由疫情引发。民心思变确已发生，只是需要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质变完成的时候，任何一点。 细小的火苗都有可能燃成熊熊的大火。以上是邓玉文文章的主要内容，我赞成他关于习下以上的判断，也就是说，李克强很难取代习近平。李克强近来掀起的浪潮，我认为主要来自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面对党内原稿的劝告，主动让个人崇拜降了点温儿。 以显示党内的团结。二是李克强临近退休，顾虑渐少，如同温家宝退休前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一样，所以他的调门啊有点高。三是民众苦习久矣，希望中国变革，继续改革开放，将希望投射到李克强的身上。所以，如果中共二十大前， 没有突发的政治事件，习近平连任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习的连任会加速中共的覆灭，因为习政权最大的问题就是违背历史的潮流，没有民心。习啊，的确很霸气，名义上习的权力已经超过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但他没有民心，也没有自信。习没有毛泽东。 和邓小平权力的影响力，毛泽东、邓小平内心里就相信自己能代表人民，但习不相信。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民心可以让中国人服从他们的意志，张弛有度，收放自如。习的民心基于权力的恐吓和煽动民族主义。简单的说，矛盾的民心。 具有天时、地利和人和，而习近平的民心没有基础。如果说毛的民心比录为九十度的热水，邓小平是七十度，习近平也就是四五十度左右。习要重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但中国人已经没人相信了。习要打通前后三十年。 为文革方案，但中国人不愿走回头路。西亚封城、清零防疫和经济增长超越美国，但中国人知道大跃进的结果是三年大饥荒和四千万人被活活饿死。西亚对香港全面管制，二次回归，但大多数香港人不干，相反怀念英国殖民时代。 西要攻打台湾，统一中国，但现在谁愿意打仗了？那些叫嚣战争的人，又有谁愿意上战场？俄乌战争中，乌克兰人奋勇的抵抗，给了台湾人民抗击侵略的信心。毛泽东、邓小平时代不同于习近平时代。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民心的支持。 有牢固的统治基础，习缺乏民心，他的威望是打压出来的，是宣传出来的。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习的政策是僵硬的，一味的蛮干。见过世面的中国人不愿回到毛泽东时代，他们希望走进宪政民主时代，而学识和威望都不具备的习近平却希望回到。 极权主义时代，甚至想终身执政和主宰世界，这样他就像纸糊的灯笼一样飘在空中。当我们看清了习和矛盾之间的不同，无论习二十大能否连任，我们都会知道习的时代不会长久。纸糊的灯笼啊，终会摔到地上，烧得飞灰。 湮灭。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感谢您的收看。